千骨，千骨，别喊了，千骨在里面听不见。你们胆敢放花千骨出来，都不想活了吗？你漫天，你把离愁珠还给我！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救花千骨！你，我们救不救，那可由不得你。哼！是谁扰动了云宫结界？有！说话都不算数，再也不会了，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。娘亲，唐宝，唐宝，唐宝，照顾好，保护好唐宝的吗？唐宝，青雪，是你逼死了十一师兄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是我给你漫天托付报信，我想让他阻止你，我就是不想让你出来，我就是想让你待在这里一生一世。我等了孟大人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是已经答应娶你了吗？你答应娶我，是因为你真的爱我，还是有愧于我？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我爱的只不过是你的怜悯罢了。花千骨有那么多人爱你，而我只有孟大哥。如果你不出现，这一切还都是好好的。原来你一直这么恨我，我就是恨你，爱你的人。是不是很不好受啊？变成妖神又怎么样？有本事你就把欺骗你、伤害你的人都杀死啊！我这辈子最后悔的，就是一次一次的放过你。这一次，我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千万不可！白子画，我身上这101剑、17个窟窿、满身疤痕，都是拜你所赐。囚禁我多年，再加上这两条人命，我早就换情了。断念已残，功灵已毁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师徒恩断义绝。魔言，你出尔反尔，违背承诺，进犯七杀殿。果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。洪荒之力的封印被解开了，你把子画怎么样了？我与白子画已恩断义绝，从此
再无牵连。恭喜神尊神功大成，今日乘刘海来犯，把上古法打成重伤，我们正在为他报仇。我只要魔眼，其他人可自行离开。如若再攻，别怪我不念往日情分。师兄，要放了他，做梦！千骨，你往日待我不薄，我不会为难你。带着其他人，赶快离开。神尊，不能放虎归山，现在是一举歼灭各派的最好时机。今往后，七杀殿由我掌管，谁要再敢妄动干戈，惹是生非，一个字，死！谨遵神尊法旨。敢问神尊，打算如何处置魔眼？我自有打算。神尊的意思是不打算杀了他，替圣君报仇。魔眼不能死，我此战重伤，恐怕难以担当护法之职，恳请神尊答应让我回黄泉洞闭关养伤。你走吧。我希望你好好守护七杀殿，不要辜负了圣君。他心里还是恨我，怪我害了杀姐姐。抖音。